さ。あ、天地ゆらゆらです。はいはいはい。はいはい、今日の私のワンショイです。はいはい。私はイチプレイです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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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ホースさんホースさん。はいはい。要ワンショイじゃん。蔡总变那么快。啊，不然要陪你太多。刚不是还在。总之呢，我们今天会进行两关的一个水上游戏。我们是采积分制，最输的呢要请在场的所有人吃饭。水吗？要玩那么大？水，当然。我们的第一个关卡叫做充气独木桥的瑜伽球碰撞大赛，两个抱着瑜伽球的人碰撞，碰撞之后呢，留在独木桥上面的那个人就加一分，掉到水面的就输了。看赢的跟赢的在比赛，对，赢的跟赢的在比一场。Flashback. 这个这样比也蛮简单的。准备好了吗？要吃。由红方的剑人来对上我们南方的太阳师。到底谁会是最后的获胜者呢？再说再说，更强更强。预备。跌倒就输了。来吧。太激动了。来到第二个关卡，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，你们有看过《体能之巅》吗？有，有。对，我们今天在玩法很简单，大家看到我手上一个球，然后两两一组，限时一分三十秒，时间到，球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得一分这样。我放那个水很冷，三十秒，那个水超冷的。等一下谁把我按在水里，我会跟他拼命。水真的超冷，我会跟他拼命的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不能拿球哦，可以拿，可以拿，可以不拿球。快点！
回来吧。天啊！谢谢我们的 Miles 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一餐，不客气啦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没关系啊，好香哦！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好玩、好吃，真心推荐，可能中南部或是北部的朋友有机会来台北玩水的话，真的很推荐大家来浪极光。感谢浪极光提供我们这个场地，那我们就开动了，各位，大家先吃啊，吃多一点啊！谢谢 Miles， 谢谢 Miles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是今天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拜。